一帮不知死活的混蛋，又来扰我清修！你们这些卑微的人类，每隔3年就要进入我的领地一次，我杀了你们上百万人，你们居然还敢来！今日我要让你们有来无回！四姐妖兽，你们所有人！ 立刻驾驭灵舟逃出深渊，切记万万不可再回来！我来挡住这头畜生。姐夫，谭元，你快和我们一起走！谭兄弟。 侯府兄，来不及了，你快带大家走，否则所有人都逃不掉。好，谭兄弟，你多加小心。<笑> 你不走，我也不走，你就跟我们一起走吧。大头的速度不如四阶初生期的飞行妖兽，我和大头若不阻拦，你们都得丧命。没时间了，快走！你答应我，一定要活着回来。我答应你。 姐夫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！韩兄弟，我们等你回来。行，我放弃你。 烈焰施救，红极妖兽中的王者。卑贱的人类，我宰了你，再去将其他人类全都杀光。<笑> 三阶渡劫击成功渡劫，晋升四阶的玄焰施救。你叫唤什么？堂堂三阶生长期的妖兽，却任由一个胎魂境九重的人类蝼蚁驱使，我们手里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大头，你先拖住他，待我杀光其他的烈焰施救。 再和你一起宰了这头畜生！这次的战利品中跳出的11种属性极品宝器飞剑，用来施展剑阵，比极品灵器飞剑的威力增强数倍。 应该足够对付这些烈焰施救。一群畜生，前来领死！我来对付这头狮子，先把这个人类杀了，再去追杀其他人类。 Oh,
你们不管我，一群杂毛畜生，凭你们还想杀我？ 来得正好。 三阶妖兽，不过如此。